大家好，我是林棒。今天这个影片呢，你们看这个标题跟我这个动作，你们就知道了啦。虽然讲这影片有一点点废啦，不过我觉得这东西可以让我回味一下以前童年的时候啊，小时候啊，你想去走去模仿你身边朋友啊，他做什么你就跟他做同样动作啊，那样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今天呢，就来模仿我的伙伴。不过我印象中啊，最容易模仿的应该是只有 Yugi 吧，小样他整个人就是那种点点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样的嘞。所以我就看一下，我今天可以模仿到他们什么啦？男人至死是少年，都是幼稚的，喜欢玩这种有的没有的。OK， 现在我已经meet到了 Yugi 跟小杨。我觉得你不可能拍 vlog 更简单。我拍 vlog 慢点，怎么你要一直怀疑我嘞？拍 prank， 我死啊！来拍 prank， 只有小杨一直才会拍 prank。我今天是你的频道的主角哈，有啦，今天就是，真的是很久没有拍 vlog 了。讲今天我拍电影，习惯了吗？我们现在拍影片久了会有这种职业病了。大家想怎么样拍？是啦，很久没有拍 vlog 了，我再复习回去一下讲拍 vlog， 不然我又忘记了。好，别跟我讲话，算了啦，就这样啦。Hello， 大家好，我是 Yugi。叮咚。对呀。OK， 今天我要去吃了。OK，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个美食呢，是跟你们一起。啊，今天要吃啊。我讲过谁 ？Jam。OK。你吃了之后可以让你学习一下，学习它的秘方。哦、OK， 我还是来。还没有剪进去，我剪给你们看。OK， 总之是不是最正宗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出发去，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这间，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这间餐馆。Let's go。Let's go。摸的时候了，那哎，林董拍相机的时候是这样的。耶！刚刚拍了他们的东西哦，快点拆掉，忘记掉我要拍的 content 了。我刚把镜头拿这样近啊！妈的！我是林董的摄影师。哎，今天的 flow 来这个 Harvey Norman 买雨伞，超大哥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是。走啦！哎呀，这么差点背下来，妈这种人啊，就走路啊，每次不会看路啊，偶尔越抓既抓接胜中。哎、欸，我在讲话。看看刘毅平时总结样子是这样。小妹妹吓到，她眼睛就炸掉。被闯绑了。哇，这个环境，你的噩梦开始。很尴尬的。今天是我生日，祝我生日快乐。这是一个比噩梦还要噩梦的开始。好了，现在我们又要分心了。看到美女了耶！我们来找一个美女，我给观众选择哪一个最美。这样子不干了，你要不再一人给100块？什么？邀请上节目要给你钱的吗？是不是？哦，我要向 Yugi 学习。气人！Yugi 比中指这样的气人。看到 Mr. Bean 吗？他手露掉啊！
裤子拉下来，太多了。有没有看小杨走路哦？有一种谁在？你看到吗？他电话一定要拿出来了。哦，看都不懂还有电话这样。每次啊，一哭一哭的，好像很帅一样。对呀、啊。为什么不露脸啊？其实我是想要拍哦，模仿你们。OK， 这样。啊，就这样子啊。OK， 就这样哦。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再走下去哦，完全没有什么画面的、啊。我们找到地方快查一下那边这东西。哎、欸，他有个东西，我想吃。什么？每次来都吃不到了。这有甜品没？哦，楼上那一个。啊，每次来都卖完了。可以，走。吃到你一直想吃的，这个开心吗？开心吗？那我们是看小杨讲啊，很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芒果、西米露、人参，偶尔放下孔电秋一下先的。明白。讲好这个你也难拍下去了嘞，要大概六点多七点要走就要走人了，所以这个孔电半天就比较难拍。这么快就走啊？我就拖着不想这样走走，看到后面在动啊。慢慢坐啊，别想少回啊！你看有机这种其实这样的，发现有机这种其实一直守在下面，那只是，因为我下面要打飞机啊，又一直守在打飞机，你要模仿情况，摸裤子，啊，那你扶住了，真的。看他怎么叫做时尚追求啊，很整大玩也是玩他要享受，看这个是玩的，太好吃了，我也是玩的，这是拍的铁球，是说哇刚刚哦他一趁我没有 OK 的时候这样子哦，没有太好吃了，我不怕你啊，牙齿煎饼没这样冷啊，固定我也不接嘛， OK 啦，真的变了喂，变了啊，半天的时间接下去有办法这样拍啊，而且等一下每次这样子就回去了吧，就在车上的画面了，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支持这一部废片，废片万岁，废片万岁，对啊，所以这影片就不明不白，我也不懂自己拍了什么东西，真的，然后就订阅小杨影帝，就这样，拜。